不要乱压，不能乱压，懂吗？一根筋，为什么一直要叫他喝水？你待会去尿尿，我要把你剪掉，不能再去尿尿了，不要再喝了。喝那么多，一天到晚尿尿，收起来，不要再喝了。你再去尿，就把你剪掉，把你绑起来，不要再喝了。那如果要喝，这样。